相声啊并不好来，是讲究是四门功课，来四门。今天呢，这位老师也在这儿说相声、哎。我问您一个小问题啊，可以。相声演员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都有什么呀？嗯，都。完了吧，这都答不上来。都有什么呀？说学逗唱啊，谜底就在谜面上啊，你是不是傻呀你？就你这脑子还出书呢啊相声演出你不没有这么问的啊啊您这没有这么问的说学逗唱、哎、对对对我再问问您呢我再考考您可以吗可以您带孜然和辣椒了吗哎你这憋着吃人的是怎么着你不让我考考你吗我考这个问题考问题哎相声演员说都能够说些什么呀说的太多了嗯说个大笑小笑话嗯蹦蹦蹦儿蹦蹦蹦儿憋死牛绕口令儿这都能说都能说今天在座的观众可是不少、嗯、而且呢还有三位评委、可不三位评委、还有敬爱的石富宽老师还有武周彤老师还有那谁敬爱的那个那位老师对对对对那位老师在座的观众和评委可是不少可不少当着我们亲爱的朋友的面给我们说一段可以呀、啊来一个蹦蹦蹦儿掌声鼓励蹦蹦蹦儿啊不行不行啊来一个蹦蹦蹦儿我蹦得起来吗我来一个憋死牛儿对憋死我得了什么都来不了不后边能来呀什么呀这是画左领什么能来后边的绕口令能来绕口令能来我这么跟你说啊绕口令我说的最好什么呀四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绕口令学不上来老师不让我跟女同学玩哎呦，要不您出书叫女不女呢？多大诱惑力！是您本身就是女同学吧？您要是跟我说绕口令，怎么样啊？好有一比，您比什么？好比是王先生碰见了玉先生，怎么讲啊？你差一点儿。哦，王跟玉差一点儿。对六，那你要跟我说绕口令，你好有一比，比从何来？马先生碰见冯先生，怎么讲？你差两点儿。为什么呀跟我呛火是不是没呛你要是跟我说绕口令、嗯、你好比是王先生碰见了汪先生这怎么讲啊差三点哦你跟我说绕口令你好比是能先生碰见熊先生你差四点嘿你要是跟我说绕口令你好比是王先生碰见了汪太太、哎、不是这差五点不是您等会儿风可三点太太里边还有两点呢嘿这不较劲吗哎要说绕口令你跟我比好比是王先生碰见王麻子你不知道差多少点嘿为什么呀在这个舞台上你跟我呛火是不是哪个舞台上得跟你呛火好你怎么着你要变是怎么着你要跟我说绕口令啊你好比是王先生怎么着你碰见俩王麻子哎对俩带一媳妇儿满脸雀斑、啊、哎呦旁边有一小孩叫点点旁边还有一条狗嘴里含着一块切开了的火龙果你差远了你甭吹这牛说这个没用啊哎我说一绕口令你能说上来吗说不上说得上来你说清楚了说得上来能说上来是吧哎我还跟你说怎么着刚才人家用的是方言啊别看我是北京人我你说实话你说啊北京没这么寒碜的不是我你说实话你哪人昌平人你说这不还是北京吗昌平也是北京知道吗固安行吗固那没用你说实话啊固安再往那边就是北京人我给你学河南话怎么样我用河南话跟你说绕口令哦您河南人说不是那个北京人说河南话哎哇您这算衣锦还乡了您听我这啊咱说一个简单一点的说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说呀说完了说完了嗯亲爱的朋友们绕嘴吗拢共没有十个字哪绕嘴您先说上来啊别吹着牛行注意听啊、哎、搭南边儿搭南边儿搭南边儿来了一个老后儿、哎、老后儿您看啊老后儿、哎、老头儿
老猴不行吗？老猴不行。老猴姓猴，我师爷怎么样？那也不行，那也不行，姓什么也不行，知道吗？打那边来了一个老头儿，手里拄着一个奶油饼干儿。换一个，我换什么换？换一个，还奶油饼干儿还不好说这个。小不丁，玩去。你们那地方出这个吗？小不丁儿还没有，像个蹦白的白鬼蹦棍儿啊！关键是这个蹦啊！哎、对，注意听啊！大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哪儿么去？老头也不知道。手里拄着，手里拄，手里拄拄，手里拄这，你换一个吧，中不中？您说了说不上来，啊？你说了说不上来。我要是能说上来呢，这不叫哎？你要能说上来怎么样？我是深州蜜桃。怎么了？这话你说的？哎，我说的。这话你说的姓你姓什么？我姓孙，姓孙的。哎，好，注意听啊！我不知道我姓什么呢，就这指着我骂半天了。这注意听啊！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怎么样？哎，您等会儿，您不是拿河南话说吗？谁说的呀？耶，你们骗人了，你们！您得说河南话，这河南话。山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这有啥呀？举一反三，你懂不懂啊？哪能反三了？啊！打东边来个红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红的红拐棒棍儿。懂了。打西边来个绿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绿的绿拐棒棍儿。打四面八方来个咖啡色的老头，手里拄着个蹦咖啡的咖啡拐棒棍儿。这有什么呀？这不错了。